家好，筋头面粉做个好吃的。首先在麦克面粉里放5克盐搅匀，然后倒入温水，边倒边搅拌搅成絮状，然后下手揉成面团。刷上食用油，裹上保鲜膜，醒发半小时。碗中放50克玉米面，浇上热油搅匀。洗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，擀成长方形。烧上玉米面，然后像这样上下各切一刀。最后像这样折叠起来。用擀面杖再次擀成长方形。抹上清水，撒上白芝麻，冷水上蒸锅，大火蒸1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待用。电饼锅预热，刷好食用油，放入饼坯，小火烙3分钟。时间到，翻一面，再烙3分钟。面烙熟后，关火出锅，切成小块。美味的千层饼就做好了，吃起来酥香可口，层次丰富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关着大叔学做菜，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